我不想把你困在这里，你本来有无尽可能，夺去你的将来实在可惜。抛弃无谓的幻想吧，不要再等他，他不会回来了。我赢了，我希望你能站在胜利者这边。之后，所有的一切。 我来给你送早餐。昨晚登船到现在，你还没有吃东西。
抱歉，这个我没法做到。渡轮下午6点左右才能抵达秦岭岛，所以在那之前，你还得忍耐一段时间。我借用船上的厨房做了你最喜欢的草莓吐司，还有玫瑰花茶。你什么时候觉得饿了，就吃一些。想吃的话不难，提前和我说，我找周末的时间过去，毕竟我也在学校工作。这学期我工作上有别的安排，大概没办法像从前那样常来看你，但在你需要的时候，我会出现。我知道你最近在为漫画的事烦恼，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吗？对一个创作者来说，见闻和体验同样重要。趁天气好，多去甲板上逛逛，游轮上有很多圣塞西尔学院的学生，你愿意的话可以交一些新朋友。
你好，请问可以将露台的使用权分我一半吗？抱歉，我无意冒犯，可是再往后退你就要掉下去了。我游泳技术虽好，也没有把握能一下就把你捞起来。在女孩子面前，我似乎应该主动做一下自我介绍。你好，我是罗夏·罗斯切尔德。下次，我一定会向校方提议，在圣塞西尔学院的入学知识问答里加上这一题，不过现在你叫我罗夏就好。我想找个地方看看书，这里看起来很合适。这个，怎么，你也看过这个漫画吗？是吗？那太可惜了，我很喜欢这个作者呢。最近的愿望就是得到他的亲笔签名。这本漫画就借给你吧，你愿意的话可以翻一翻，喜欢的话也可以留下。我家里还有好多本，所以不要有压力。你也画画，我觉得你会感兴趣的。
你在上面吗？原来罗斯切尔德先生也在。这位是罗夏·罗斯切尔德先生，费森尤顿集团的总裁，也是圣塞西尔学院的主要投资人之一。我们已经见过了，对吧？天气这么好，船一定能够顺利靠港。祝贺你入学。那我就祝贺你独立生活的开始，将来长成像我一样的大人。对此我只保留意见。校外的住处会在明天整理好，到时候我通知你。去临时宿舍的路，你一个人可以吗？好，路上小心。关于你的漫画，或许到了故事不得不往前发展的时候，你自然会知道该怎么画。